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思秋晴晴。新蒸头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长长久久。咦，系喎，有狗声，你长长久久。几叻我？咁咩？狗是圣意。得九件事嘅圣意嘅啫。年初一当然要派利是噶啦，叮叮。好啦，如果你哋能够咧喺年初一或者系之后见到我哋咧，欢迎同我哋拜年。不过我哋唔系香港。撞到啊！當你見到呢條片又撞到嘅時候，個機會率太低，因為我哋唔掂飛機啊 ，sorry。翻成都過年啦，我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雷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史嫂。大家睇到標題就知道今日我哋食好嘢嘅時候，所以今日咧特登邀請埋史嫂啊。佢做咩食開心？因为成日投诉我咧，食好嘢唔要佢，今次预埋你啦，好冇？好啊！呢个 product 真系啱啱喺 Facebook 度见到咧，有人去 share， 跟住二话不说即刻订翻嚟，噔噔，系海胆酱啊！我哋两个都超中意食海胆咯。嗱，我本人咧系比较中意食咧马粪海胆嘅，嗰个味道比较浓郁啲，但系一般嘅海胆咧，我已经系非常中意食噶啦。咁呢一个咧，我之前睇介绍片咧，佢就话有七成嘅海胆啦，咁其实好好奇剩翻三成系咩嚟，不过唔会深究啦。今日重点唔系嗰三成里边，喺嗰七成嗰度，呢个韩国空运到港嘅海胆酱，我哋一齐嚟揭开佢神秘嘅面纱。系啦，点样揭咧？就系咁样，系啊，神秘面纱已经揭开咗啦，好神秘。佢咪膠羹啦，同上次一樣。我懷疑係同上次嗰啲罐頭係同一個牌子，你覺得會唔會係咧？佢包裝係咁樣嘅，一個罐啦，罐上面有個膠蓋啦嚇。咁呢個就係罐啦，其實唔係好大罐嘅啫。一罐呢個咧，淨重係95g啦，咁其實真係非常之少。不過如果95g裏邊咁多海膽嘅話，應該都算都 OK。我估應該同一板嘅份量差唔多啦，我估。有咁多？因為一板其實係鋪得平咧，唔係好多。我覺得呢度佢咧咁高，我覺得應該有一板。有冇人話俾我知一板海膽大概幾多 gram 咧？请留言。另外，仲有冇人同我一样系海胆嘅狂热分子？请俾 like。都系呢种揭盖模式啊！点解韩国呢排出呢啲 product 出得咁精彩嘅？自从蟹膏酱开始咧，系咯，系咁出呢啲都出得好正。又或者可能系我自己接触多咗咧，楼下咁啱有一间卖呢啲咧，咁我就成日买得到。闻落去唔系好香，亦哦有啲臭添。你闻下，嗯，好似猫罐头。系啊，我啱想讲猫罐头嗰种味。唔通今次竟然会令我哋大失所望？唔会啩？好惊哦！大家看看这罐猫罐头是怎样的。Oh shit! OK， 海胆酱打开就是这样的了，真的好像猫罐头啊。感觉吗？闻下去都有些罐头吞拿鱼味，你闻一下。Exactly 是吞拿鱼味。难道它那 30% 就是吞拿鱼？好了，事不宜迟，吃这类型的一定要有两样东西，就是韩国的饭和韩国的紫菜。在叮饭的同时呢，我们就这样没有饭没有紫菜之下试吃一下先。那剥出来之后呢，卖相就真的非常不错了。它跟我平时吃的海胆的距离差很远，它反而还有一阵蟹味，有些蟹膏味。是不是韩国的海胆跟我们平时吃海胆不一样的？它是有海胆的 feel 的，但是不是我们平时吃日式的海胆 feel， 是不是？嗯，你不喜欢吃、这个样子。很濃的蟹膏加吞拿魚的味道。對，最好的海膽呢？嗯，我吃到少少海膽味了，最後好少咯，好多多咯，我試了一口仔先，最後是有少少的，個質感都係蟹膏嘅質感，個質感有啲似咩咧？就是、我哋平時食蒸蟹啦，咁蒸蟹個蟹蓋咪有啲蟹膏嘅，跟住我剝嚟食，嗰、那個質感係幾乎係好相似到 80%， 跟住咧佢就會再多啲一罐罐頭吞拿魚嗰個味道，食到最尾就會有啲海膽嗰種回甘，回甘咯，嗰種奶香有啲 creamy 咁樣，就喺最尾嗰度。係啊，但係同我哋嘅期待係完全兩回事咯。我心諗係偏向我哋平時食日式嗰種海膽，好可惜啊，點算啊？试下捞饭睇下会唔会好啲啦？中伏啦，中伏啦！我想讲呢个嘢几多钱？你知唔知？158蚊，好贵啊！谂住一定好食噶嘛，我买咗三罐啊！我会带翻去俾小颖食噶。想讲明先，佢味道话唔好食嘅，只不过同我哋期望值争太远啦。呢个蟹膏咁好食，我谂差唔多嘅出品唔系嗰回事啦。配下饭睇下点先，又系佢啊，韩国嘅丁饭啊，试下先。哦，卖相真系超一流啊！但可惜味道不似预期，试下配饭会唔会好啲？嗯，配饭会好咗好多，真系好咗好多。可能热咗佢咧有少少影响到，唔知第一下入去咧个海胆味又爆出嚟嘅，跟住然之后嗰啲 step 咧同你头先差唔多。哦，都系蟹膏感觉啦，吞拿鱼味啦，到最后最后最后先有个海胆嘅回甘出嚟，但系配饭的确系好好多嘅。
虛擬啊，佢唔會話唔好食咯，但係唔會話好好食咯。係啊。即係你話158蚊，你問我會唔會再買？我肯定唔會咯。呢個味道嚟講 ，OK。最終食法：紫菜包飯包海膽。我唔係啦。紫菜有加分，紫菜真係有加分。我發覺咧，韓國啲紫菜咧配落一啲嘢食到咧係有啲化學作用。可能本身嘅味道比較濃烈嘅紫菜味啦，加上佢有少少鹹鹹地，可能做咗個調味喺度。即係啱啱三種食法啦，有紫菜嘅情況下，嗰個食法係最好食嘅。花紫菜好味啊！好味啊！好啦，最后我再简单讲多少少啦。首先，我再次强调，其实佢唔系唔好食，不过我谂同一般大众所认为嘅海胆咧，应该有段距离啦。味道咧就头先所形容咁啦吓。至于抵唔抵食咧，我就觉得见仁见智啦。我自己就唔会再买嚟食咯。如果佢个价钱压到去大概30蚊嘅话，咁你真系食吞拿鱼罐头咁啊？唔系啊，我当蟹膏酱啫嘛，蟹膏酱都系差唔多呢个价钱，但蟹膏酱好味好多，我想讲。That's it， 好啦，今日嘅試食咧，去到呢度結束啦。中意片嘅朋友記得俾我 like 我啦，有咩想同你講咧，喺下面留言。訂閱我嘅小任務，我係史蘇晴，請訂閱我。撳個鐘仔，下次再睇，聽到點半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